朋友，现在进入我们今天有关卡达迪布部落自治的这个主题的第二场次。那第二场次的主题是原住民族走向自治的想象及实践。那有两个小的子题，然后一个是卡达迪布部落所制定的章规章可能会遇到怎么样的法律面向的冲突。那第二个是这个司法院大法官最近所做的这个宪判字第四号带来的原住民族自治自觉空间及可能的路径。那我们今这一场次的语谈人分别有原策会的理事长陈敏元亚巴苏用，那有我们这个东吴大学胡博彦教授，以及我们师大地理系的汪明辉汪教授。那首先先请亚巴苏用，谢谢。大家平安哈。我这边是先就这个宪判第四，其实是要提问题了哈。其实这个问题是，在宪判制第四号之后，其实我们内部在进行一些讨论的时候，其实产生出一些疑问哈。那这些疑问，其实今天刚刚不管是那个新闻律师还是洪文都有稍微提到。那可是我们这边还是一样，就是我们再就一个更高的哈，更宏观的面向来去重新再去看待这个题目哈，就是有关这个走向自治的这个想象及实践。那为了这一个宪判制第四号，其实我们在这个之后其实有做一次的，我们原策会有做一次的量化的研究哈，我们有发这个普发这个问卷给一些学生。那虽然说它不是直接回到部落哦，可是它是接下来会是我们讲说它会比较影响我们未来走向，就是其实刚刚两位我们发表人这边其实都一直提到有关那个部落的成员的这件事情哦，谁是部落成员哦？那可是我们在这一次事件之后，我们其实有看到其他不一样的点哈。好，那就是这个是宪判制第四号哈。那宪判制第四号这边就是其实它重点，其实刚刚都一直提到，就是说。这个宪法保障这个民族的这个自我认同的这件事情哈，要尊重原住民族自觉的决定，那并且要求在两年内回归各自的族群，那就现在变成说，虽然说今天卡达迪布的这个契机是来自于因为先前的光天案，到后来的这个有关，我们讲说资商同意，资商同意，他第一个面对的就是那谁能够同意嘛，就是那个部落成员到底是什么。那所以就变成说，再回到原住民族社群机制，那这个社群机制，像刚刚有看到那张表其实还蛮清楚的哈，就是有关这个卡达迪布成员的这种自我认定的这件事情。那所以说，这个东西它对于我们讲说回到族群本身，它的想法是什么，以及说，回到族群本身。对于集体权的影响又是什么，就是我们接下来讨论那个有关自治的这个发想是什么，这是大概的判决内容，那相信大家都看过，所以这边就不再讲。那这边会提到几个问题点，那第一个是说我们现行的这个身份认定，因为刚刚其实有两个问题在这地方，一个是有关这个资商同意权的成员认定的认定，就是说他是我们族群，他是我们卡达迪布的成员。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现行的原住民族身份、原住民身份的一个认定。那我们目前我们在看的就是说，它这两件事情是绑在一起的。就是我们现阶段，依照这个身份法的规定，它就直接是所谓的这个，不管是哪一个族群，我是原住民，然后我是周族，类似这一种的。那今天就会变成说，我们在卡达迪布这边，我们其实有看到他是卡达迪布的成员，可是他对于是否是原住民这件事情，其实。我相信这个比较没有办法处理，只是说它势必未来也是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讲的争点哈，尤其是说现行的这个身份认定的这个机制，它是透过这个立法的方式哈，然后再就是不管是从姓还是从名，好，那然后接下来它的这个认定方式，它要涉及到这个，就是说当初我们在讲说。这个当初身份法立法的时候，其实立法者就已经讲，这个不是跟原住民自我认同是无关的哈，它其实就是给予这个所谓的特殊国民待遇的这件事情。
哦，来去剥夺掉所谓的族群的自我认定的这件事情。那可是在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契机，说宪法第四号他要求说这个认定应该回到族群本身，那这边就产生一个疑问，就是说那你回到族群本身指的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原住民身份回到族群本身，哦，去认定他今天认定为是嘎达迪布族人才具有原住民身份，哦，还是说还是回到原本的，哦，他是认定嘎达迪布族人，哦，可是他是不是原住民身份，这是两件事情，是要走双轨吗？还是要变成说，哦，有真的回到族群本身，然后再取得原住民身份 ？OK， 那这边就会遇到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其实在嘎达迪布这边其实多少有遇到哈，可是他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可是就我们目前看到，就全台湾的人口统计的这个部分，哦，今年五月份就是我们在做问卷的时间，哦，有台湾有将近有10000名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族群的认列哈，有将近10000名是他的身份别登记是族群不明。那再加上这移居到都会地区的哈，就像刚刚洪文提到的，你回到部落可以，可是你不要给我住啊，哦，不要给我住饭店哈，类似这种，他已经搬到都会地区了，他已经几乎是回不去了哈。那这个部分的认同，它其实是停留在我是原住民，可是我是哪个部落的？我可能是卑南族，哦，我是卑南族的哪一个部落？我好像是嘎达迪布，类似这种的，就跑到这种状况，那甚至是回不去。那所以就变成说，如果回到各自的机制的时候，那这个集体权到底该怎么操作？哦，那族人对于这其实是我们这一次在做调查最主要想要去讨论的问题，就是说刚刚提到的是说。如果我是认定他是嘎达迪布族人，他才是原住民族的时候，那接下来有关集体权跟优惠性差别待遇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我们就讲说，他如果是我们认定这样子，我如果他是嘎达迪布族人，所以他取得原住民身份，如果是这样子的脉络去思考的话，那他是不是在这个所谓集体权就可以参与这个谘商同意的这个权利？他有。然后他同时也享有目前我们所谓的这个特殊的国民待遇，是这个样子吗？还是他是还是分开来的？就是说我认定族群认定归认定，哦，国家认定他是属于这个所谓特殊国民待遇，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哦，这就变成说我们现阶段要去思考说到底是要走单轨还是要走双向啊，哦？好，那接下来就是说就有关自我认定的这个集体权的这个部分，就是我认同族群，那族群在认同我到底该具体的如何落实在这个具体的条文中，哦，以及刚刚提到的这上面的状况如何回到部落，这就是我们在这一次宪判制第四号之后所延伸出来这种问题。然后刚好今天嘎达迪布这边有试图要去做一个解套，哦，那在这解套我们其实还是 同样存有这些问题，哦，那所以说今天也会就是两位哈，我们的这个老师跟两位老师，我们一起来讨论，还有包含说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好，那回到这个原住民族定义的这件事情哈，那我们就看到说，不管是这个联合国的调查员，还是这 Hitchcock， 他们提到的，我讲说最主要的两个状况，就是他始终要在这个土地上面发展，然后遭到这个符合。那第二个重点就是说，他必须要有决心，哦，自愿延续其族群的这个文化，哦，当他具有这两种主客观的要件的时候，我们认定说，哎，这个东西回到原住民族没问题。那只是说，在整个我们讲说，它的基础包含是说，哦，联合国的这权利宣言、哦，两公约、宪法征征条约、原住民族基本法以及这个相关的一些文献，我们讲说一些解释，我们都提到说，好，这个自我认定它是回到原住民族，所以说如果我们这地方裁定的话。那到底他就刚提到的那个到底是要走双轨还是走单轨的这条路线，是我们始终一直不断出现要试图想要回答的一个想要去看到的一个问题啊。那这是我们在这一次我们讲说这一次这个宪判制第四号之后，我们之后在做的一些直性的研究哈，直性访谈的一个研究，包含是说这个双方认定，就是说我们就是访问的对象包含说学生。哦，还有一些研究工作者，甚至部落族人哈，还有对他自身经验以及未来修法，以及这些，我们有针对这些题目来进行询问哈。那在这个相关的访谈摘要，我们提到说，我看一下 ，OK， 就是说我们在这些题目的时候，我们有看到说，哦，其实大家的想法都不太一样哈。然后我们可以直接跳到结论哈，因为时间好像不太够。好，结论是。有些人认为说要维持现状，哦，尤其是这个是我们讲说维持现状这个比较多的族人，他们主张理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混血或者是泛认同的这情形是蛮多的，那所以就变成说，如果说就把他这个地方要回到族群本身，就是我刚刚讲走单轨的话，走单轨的话，那会造成反而造成其他不公平的情形。那另外一种是走我们讲说，走单轨的，就是有一些是要认为说，我们族人如果说这个东西认定为族群的成员才能够成为原住民族的话，那这个我们讲说这个外在的游子才有可能有回乡的这个诱因，跟这个对于集体权发展才有正面的意义，或许是这样，大家可以去思考。那以及这个有关自身经验的这个部分，我们那时候在调查的时候发现到说，他们认为说这个返乡参加这个公共事务，就是说身份认同，我是否是这个族群身份，跟这个参加这个公共事务这地方是没有关系，反而是是否认同。我如果是就打比方说，我今天是原住民身份，跟我是否要去参加部落公共事务其实是无关的，反而是说我是否认同这个族群，所以就会出现说，即便我不是这个族群的一份子，那可是我认同这个族群文化的时候，我就会去参加这个族群的相关部落事务。那所以这边就提到说，当代制度对于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影响很深，所以这个制度应该回到族群本身。然后要修法的这个部分也有提到说，我们提到有包含也是提到要维持现状，就是现行的这两套标准，就是身份，就是原住民身份归原住民身份，然后这个集体的身份归集体身份，就是走双轨的这个，然后也有说需要回归到这个族群本身。OK，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有做一个量化的统计，然后包含是说我们做针对172位，然后大部分都是大专的学生，然后大部分都是在居住在的都会地区的。那我们有看到说，就是他其实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他我们发现到一个还蛮有意思的状况，就是说他在部落长大的这种经验，他回到就是回到族群，回到母体的，就是回到原乡的这个这个比例是远高于他是在都会地区，或者是说在不管他的出生地区啦，就是反正是他的生长背景会去严重的去影响到他是否会去参加这个回到部落去参加这个公共事务啊。那所以说在这个结论这个部分，那虽然说我们一开始会认为说，他是不是认同后，他是否具有这个他我们讲说具有原住民身份这件事情，跟他参与部落事，我们一开始会以为是有一种正相关，其实发现到说其实也不完全是这个样子。那所以就变成说，那可是就变成说，如果族人能够回到族群的，如果是采到说如果族人能够回到族群，我们所谓的这集体权发展才有可能性的时候，那这一个就变成说我们要重新去讨论有关身份认定机制，以及回到这个如何回到部落跟族群内部进行讨论。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必须会面临到几个问题点，一个就是有关这个混血的这个双重认同以及泛原住民族认同这个状况到底该怎么去面对。那还有这个当代民主制度的这个就是如何回归到我们讲说回到族群，就是说我们的这集体的议决的机制跟我们当代的民主制度，这个到底该如何去，这中间的衡平到底是什么，以及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就是我讲说到底是双轨还是单轨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即便是做完这个研究之后，发现它这个问题只是点出来而已，只是说到底该如何去面对这个，我们目前还没有一个实质的想法。大概是我们就目前在针对宪判制，这种第四号所做的一些讨论跟研究出来后面得到的这个回应。那所以就变成说，如果接下来要讨论到原住民族自治这一点的时候，势必尤其是身份认定的这件事情，势必我们认为说它可能是正向的，可是说有一些前提我们似乎是不能够略过的。那只是说不能略过，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处理，该怎么去面对。那就是当这个大概是我们今天的讨论的内容。以上，谢谢。分享。那敏元刚才用很细致的一些观点来看这个原住民身份的认定，包含就是说到底是不是原住民身份，还是部落成员部落族人的身份双轨，还是更有更细致的一个分，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棒，就是更细致的在思考这个原住民身份的相关的议题。因为
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中华民国政府事实上搞不清楚状况，他把原住民族视为同一件事情，把它用一个专有名词涵盖了所有的族群，那也忽略了每一个族群有不同的传统文化，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很糟糕。那所以我觉得更如果可以更细致来看待这件事情，应该是很重要的。那回归到今天的主题，就是部落自治，卡拉底部就是提出了这一个新的章程，然后对族人的身份有新的定义。那刚才前场次那个黄新文律师也有提到，就是说在一个光电的诉讼案件里面，原民会担任参加人好像提出了不一样的见解。那我们知道汪老师先前也是我们原民会的副座了，所以有没有可能怎么样让原民会用很正面很积极的态度，还是说这个只是我们的痴心妄想？不知道，可不可以请汪老师来分享一下这个应该怎么来解读？谢谢主持人，还有刚才的引言人啊，敏源，还有我们胡老师啊，各位在座的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阿伯伯有个说的慢声声，谢谢刚才林律师的介绍哈。不过呢，虽然我当过副主委啊，其实我在任的期间，其实最常做的都不是些自治的讨论，都是比较是实务性的政策啊，实务性的政策，好像不谈那个自治，好像就是自治是在这些实务的这些政策的推展之后，自然而然就会这个接近自治的可能。可是这是我这个情况是一种我的经验的事实的经验啊。那实际上我觉得正如同刚才主持人所讲的哈，其实这个方面哈，其实是需要再做一些讨论。也就是说甚至一直到现在，我一直都很担忧啊，我们的原民会啊，就是原住民族的行政主管机关，其实很少碰触这个自治啊。那还好，很高兴呢，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总是有这样的一个空间跟这个机会啊，可以让大家一起来讨论。好，那我大概有一点是回应敏源的刚才的报告，但是有一些是我要自己要也引申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看法哈。那刚才主持人讲哈，就是说原民会他好像把这个原住民族的集体形成，就是原住民族这四个字，实际上他在原民会的组织章程，他定义原住民族，他就是说就是16个族叫做原住民族。可是呢，他却没有定义民族这件事情。民族这个事情是他没有定义，可是呢，原民会的组织却是各民族16个民族派代表组成的一个这个council， 好，就是说这原民会它原来最原始的那个想象啊，应该是16个族群派一个代表着各自的族群呢，来组成一个原住民族委员会，来决定整个台湾原住民族的各种政策，好，或者是说他可以取得主导，还是这样啊？那最原始的那个就是说那个组织的章程哈，就是这样，但是后来就变成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妥协啊，变成是一个执政者啊，比如今天是国民党就来找16个族群的代表，现在换了民进党了，就找民进党的这个族群委员。好，实际上呢，这个从我们当时的想象，就是说各组的代表应该是由各组来推荐，这个不是政党来去挑，好，而且呢，不论政党是谁是执政，
都不能够改变原住民他自己各民族他自己推荐的这个代表哈，所以就现在变成是我们的族群委员就变成只是一个执政党的一个原民会的小内阁，类似这样。但是你说小内阁也不对，因为他实际上他没有真正实质上的介入原住民的各项政策，真正政策就是那些公务员，就是那些处里面的处长为首，然后共同组成这些东西。那有时候邀请族群委员，但是有时候而且很多的时候都不让他们参与。然后呢，像这个时候选举，他可能就有很多的行程，所以就变成一个这个选举的一个这样你要怎么称呼他，反正就是要这个对执政的这样的一个辩护啦，或者是要延续他的这个执政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实际上呢，他就变成跟政党的关系比较密切，跟民主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少啊。而且我看很多的民族族群的委员呢，就很少谈自治啊，有时候就会受制于这个，就是说他这个位置也是得来不易，所以呢就是说会尽量符合执政者啊，特别是所谓主委，就是说这个族群其实应该平行的，应该是对等的。但实际上从原民会开始只有一个主委是比较大，然后这个其他的可能就是他所带领的那个，他并没有可以就是说有好担当，对自己民族之间他可以，我们想象我们这样讲，他没有否决权的啊，他没有决定权啊，他也没有对内呢，他也没有对内有统合这个民族的这个这样被期待的一个权利啊，实际上很难，因为他在这个族之间可能还有更有实际权利的，可能有乡长，可能有议员，可能有立法委员啊，或者是地方政府的那个这些官员啊，很多人大家会不会太在乎这个族群代表的那个哈。所以这个就跟当时我们对原住民族委员会，它是有各民族所组成的一个 federation 的那个概念是差太多了，是差太多了。所以下面那个，它就变成是有16个一个不是实质的一个代表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于原住民族的这个自主权呢，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它就完全没有办法去施展啊。可是中华民国政府因为是要找16个，所以呢，从形式上它是承认每一个16个民族它的民族的地位，所以叫原住民族委员会是这样来的啊。这个呢就符合联合国他在讲原住民族的时候，它有2个层次，一个是个人，一个是民族，所以它承认民族这件事情，所以要集体权，它符合民主自觉啊，民主自治啊。自主的都是讲民主这个单位的啊，所以这一点呢是在形式上符合，可是在实质的推动上它完全没有，它就距离很大了啊。那这刚刚讲那个敏源讲的那个个人啊，在联合国宣言里面他有提到每一个民族他有权利有国籍，然后呢他可以享有国民的这个各种权利跟义务啊。所以他这2种权利就是说，他既承认你是一个国家里面的一个民族，他也承认你是国民，所以有2种权利，有2种，就是我跟敏源是原住民，我们有2种身份，就是我们是在中华民国里面境内的一个独特的民族的一员。所以我的民族的权利是什么呢？就包含各种语言文化，还有土地传统领域，乃至于到自治，这些这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权利。第二个就是我也是国民 citizen， 所以呢我享有国民各种权利，好，我接受国民教育哈，这样子我们就从教育来讲，所以呢我有权利，我有义务来接受国民教育。但是呢在民主的部分呢，我有权利维护我的民族的教育，民族的教育，这个民族的教育呢是跟国民教育不一样。那么这样的一个概念呢，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有双重性，
可是在我们过去实质来讲，这个民主是没有，就只有名称。所以呢，我们一直用个人来取代，那个取代反而会瓦解了和模糊了原来民主的这个集体的这个权利啊。我们已经太习惯那个福利，尤其加上这个福利，有加分或什么都是给属于基于个人的。那然后呢，你太习惯于个人呢，所以那个国民教育其实明明是去消除或灭绝民族语言文化的那个教育，所以没有民族教育，所以就会持续这样的一个殖民同化。所以呢，民族的语言文化发展就在我们大家都跑到国民学校，然后100%的时间都接受国民教育，所以呢，因此民族语言文化就会消失。所以我们应该要，你既承认我们是民主，所以我们应该有权利享受另外一个教育，现在是没有，那就是我讲的民主教育。各位好，这个我可能把这个导入到这里。好，讲到民主的话，这是一个集体权利哈。如果说跟今天跟这个卡拉蒂布来讲，那我就要讲了哈。如果说民主它是有一个主权或者自觉的原则的话，那应该是在这个民主的层次上。那底下这个部落或部落群或方言群呢，都是他底下的一个次级的一个团体。好，这个次级团体他有没有自主性？有，但是他并不等同于上面那个民主。比如说卡拉蒂布是一个部落，我也知道。好，除了卡拉蒂布以外，也有南网部落或者剑河部落这些嘛，他们形成一个比努马样的一个联合。民族的议会，这个民族的议会是包含所有部落，所以这个我常常，那部落它可能单一部落，但是也有可能部落群，那布农族有五个社群，它共组一个布农族，可是呢，因为这个关系没有常常去注意到他们之间的一个接续，当然也是受到现阶段的这个行政或者行政的划分啊，或者是我们的村落的这个划分而去破坏它原来它的纹理。所以呢，我们常常就会没有办法自主的去维护那样的一个接续，这样的一个接续呢，然后就会变成是说，最后实质上讲自治的可能是一个部落，就像卡拉蒂布，因为比努尤曼这边他还没有办法完成实质的一个民族的一个建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既没有人，就连原民会虽然我们原基法它是叫原住民族，基本上，但是呢。我们在做很多的一些同意啊资商同意的时候，都是用部落这个单位，是在民主之下的这个部落啊。卑南族可能有十几个部落就做了解，但是呢常常部落同意呢，民主是不在的，是缺席的啊。所以呢，甚至我别的部落想要帮忙的，就是说你不是这个部落了类似这样的哈，这是一个有点奇怪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其实需要有一个民主内部的一个建构跟重整，然后呢，民主跟民主部落跟部落之间合起来还不见得等于这个民主，因为我们还有，你还要处理这些在都会的或者在离开原乡的这些，所以它有不同的这个集体，包含家族、包含氏族这样的一个集体的权利。所以，但是这个集体权都不能越于，都不能高于这个民主。好，所以。这个民主的自治是应该是在这里。我们以前做的那个传统领域的地图，其实早期是单一部落的部落地图。这部落地图呢，它并没有所谓的领域的 sovereignty 的这个概念，它也只能够使用或者是所有权了。但是真正有一个国家可以承认或联合国承认的，应该是站在这个各个部落集合的一个整个民主的传统领域才有可能。如果说我们比较，我们对国家之间呢，如果有比较对等、比较有实质上的影响力的部落，是一个很小的单位。那当然，现阶段是没有民主，但是实质上民主才是比较能够集合这个同一个语言、同一个文化的这个集体好的权利，然后呢，可以共同团结，跟这个外来的势力，包含国家本身之间，能够可以有一个 nation to nation 的一个。讲到 nation， 它就不会是 community 而已，不会是当地的 village， 好，它就是一个这个 nation， 所以必须要经过一个 nation building。那至于那个混血，我觉得今天提到那个有人讲的是第三空间呐、啊，我们讲的是纯粹血缘的纯粹主义，比如说你是
两个爸爸妈妈都是咒诅，或者是一半是，他们就会有，现在很多的小孩已经太普遍了，他说你是哪一组，他其实是一半的，他又不想说他是周族，或者是另外一个族，他就会说周部族或阿泰族啊，阿美族、泰雅族，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就是来自这两个族群啊。可是我们的要求，你纯种血统族，你只能法律上只能选一个，目前是吧？对不对？你只能选一个吧？哦，可是实质上跟他的意愿上，他是两个都是，他是这个也是这个啊。那我们这个国情的母系父系也会造成他必须要选一个啊，他必须要选一个。可是他，我们应该给这些人，他是不是很少数？他是越来越多，是因为过去都只能够选一个，所以你以为过去没有啊？他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所以他是周族、布农族中间另外有一个叫周部族和部洲族，这个东西他两个都是。他两个都是，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讨论的，我们太快进入到法律的这个时候，没有讨论到他本身这个混血的这个认同。哦，他是在处于所谓的第三空间，就是那个 homie 爸爸的那个概念，他就是一个混血。这个混血杂糅这些东西，从那个纯粹血缘主义的就会是一个杂种啊，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位置。可是你回到现在的话，它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非常重要，我们应该给他一个空间，一个定位的空间，我们才谈。所以说，他，我们这样讲哈，实质好了。如果部洲族，他既有布农族的权利，也有洲族的权利，对这个小孩是好的。他既可以，如果我们没有太多的限制，观念上的限制，他既可以习得洲族的语言文化，又可以习得布农族的语言文化。如果他是原汉，他既可以习得原，也可以习得汉的语言文化的时候，对这个小孩他是一个很丰富的，他是丰富的。可是我们现在就逼得他只能够认同他的一半，这个是我们人类自我的局限了。所以那第三空间会给我们一些启发。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再进一步说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权利啊。实际上我们在美国常常有些混血的，今天135是英语，246是中文，类似这样子。就是他两个双语都很好，我们就很羡慕他很厉害。为什么我们人的能力是无限的啊？那这相关的这个福利哈，你用这个来否定，你取得了民主而否定了这个国民，那个我觉得完全不正常。那这个大概是我提到的，就是那个自治谈到现在，我觉得很好。高医生提到自治，最后被枪毙，后来。这个晋升了很久，一直到1980年代，才提到民主自治、民主自觉。到了21世纪，那个2005年原住民基本法，它已经吸收了还没有通过，当时还没有通过的联合国的原住民权利宣言，那个谈了18年，可是原住民早已经把其中的精髓来吸收，然后变成原住民自治，但是还没有超越。那这个权利通过了之后，我觉得。在不久以前呢，应该是几个月前呢，执政我们这个就是说执政团队，他们现在其实开始也明白，他们过去承诺就是要自治，这些事情都没有再推动，他们开始提出一个，他说以前讲自治就是说我们先通过自治法再说，要还归还领域，我们先通过土海法再说。哎，律师，这个好通过吗？一点都不好通过。他发现都快8年了，现在已经第6、第7年了。你再这样说，是说不过去了，因为你是得到人民的支持跟信任的。如果你再这样说，是不负责任。所以他们就提到一个叫实质的政策的一个方案。可是这方面呢，很少人在去延伸到讨论。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阿美族，大家想到阿美族要自治，非常非常困难，为什么？一个范围大，啊，第二个，都会的阿美族很多，你要怎么处理啊？这个好，它的实质的意义，我这样读了哈，请各位参考，是比较，就是说，由上而下，由下而上，我们就一起合作，
一起合作。然后呢，这个原民会不再是消极的等待自治法的通过或者等待土海法通过，我们积极的，我们先不管这个，其实原居法本身就可以来去做自治的。那原居法这个部分，然后呢，我们就做一个就是一个由上而下的一个自治的一个案例的一个推动。比如说达悟族这边，它好像都是一些受国家的压迫之后，然后做一些补偿，比如就像那个核废料，它后来有25亿在那边，可是25亿呢，只能做核废料相关的事情，没有明确是说它伤害了它的各方面的发展还有它的自主权，所以呢，25亿我再加码，根本没有这样讲，它完全就是站在那个这个成本的这个计算，好，然后这几十年来它损失了多少来做赔偿，它根本没有计算到它怎么样去伤害到它的自主权、它的集体权，还有它的文化权、它的语言权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好，我讲的一个比较积极性的一个自治是这样，比如说，除了赔偿你要自治，你需要什么？你需要有一个领域，所以这个领域一个划定，你需要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方案，一个教育达悟族的教育体系，你需要一个语言振兴的，你需要这个是经济发展的，你需要一个海域的，我全部都有在原民会都有这样的一个既定的政策，也有既有的经费。以前是你申请来我给你这笔钱，你不申请就没有这笔钱，现在不是，就是你要自治，我所有这些方面的一些经费我都有按计划给你，主动给你，然后支持你，然后培育你，尊重你这个民族，你这个民族有6个部落，然后呢，我要促成你利用，好好利用这些政策，然后利用这些经费来去促成你的自治，然后呢，这样的一个经验之后，然后你再写雅美族的自治条例是什么，先不要有法律，而是先就他的经验，就他的在地，就他的文化，就他的土地，就他的政治的安排，就他的语言，就他的经济，然后所有综合这些以及未来的50年、100年的一个永续的发展，他写一个自治条例，就他，然后中华民国政府就签署或承认你这样的一个，这是很实质的一个自治，而不是一直等，无限等，自治法通过再说，这个土海法通过再说，永远没有那一天。谢谢啊。会的分享，然后包括原民会的制度怎么建制的理想，他现在的落差，还有那个混血这个机制跟目前法制也一些落差。那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说我们从这个回归到那个县判制第4号的角度来思考，刚刚敏元跟汪老师都有提到的这个。到底制度目前的法制规范，就是说，只有你只能认同一个原住民族。那你身份法，就是说，还有原住民身份的认同，是不是其实本来还很多元，还有很多想象的空间，突然通被压缩成一个很单调的一个法律的一个单向的一个思考，然后同时也压缩了整个本来应该很丰富的文化。那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请胡博彦胡教授来分享一下，从这个法律的观点怎么样来看待？好，我们谢林律师哦。不过说实在的，从这个法律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稍微有点困难了，因为我是认为法律是一个国家统治的工具，是社会的一种规则。通常法律只能定一件事情，定人家讨论好的事情，就是说，例如刚汪老师提到的有关民族的定义啊，或者我们不要讲族群的定义，或者是我们部落的地位当中而言的问题，如法律人是没有办法说我帮你定啊，我们只能要透过可能社会学、人类学当中人去找到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建构我们台湾这块地图里面有这么多人，要怎么去做？就像宪判制第4号当中而言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说，其实像他，我觉得他最重要的一件事，当然。就是说有关身份问题他很 care， 可是在旁论最后的时候是提到了很多有关民族当中，但是我会在想民族跟部落这件事情的关系是如何，也就是说
我在同一个族群里面啊，尤其像阿美族这么多有这么多的部落而言，是不是每个部落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我们不要讲每个部落每个人想法都一样，在每个部落当中而言，可能从北到南都有可能会有，从风俗习俗上面来讲，地理位置上面来讲，大家的做法上面可能都会有决定事情上的差异、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所以有时候学法律哦，基本上来讲都是来听从大家，学习大家到底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不过刚汪老师有提到那个什么我要先，汪老师有提到那个什么，就是原民会的组织啊。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对行政组织啊也做了一些研究啊，我觉得原民会现在处于一个状况，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状况。因为我常讲、啊，你这样应该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自治者的角色，要么就是自治的角色，要么就是殖民部会。殖民部会很简单啊，你如果像我刚刚稍微查一下资料，我刚刚在看手机在查一下，澳洲有原住民事务部，但是以前它原住民事务部，它是这几年2013年才独立成原住民事务部，不然以前它可能跟环境或是其他在一起。部长是到前一任的 Scott Morris 的那个2018年的时候，才有第一位具有原住民血统的部长。为什么？因为我不 care。为什么不 care？ 我这是殖民事务部，我为什么需要有一个原住民血统地位的部长？只要这对。其实这个问题在加拿大也是啊，加拿大是印第安北方事务部嘛，他一样也是长期以来其实都扮演殖民部会的角色。我觉得那个关系就非常的特定清楚，我就是行政机关管理的角色，就是这样子，自治是你各部落各族群的事情，这样子会有上下。那我们希望，如果刚刚这个汪老师设想的想法，我们变成一个由各个族群所建立一个 council， 那这样的一个族群建立一个 council， 照理来讲就是应该要扮演的是自治者的角色。如果比较像的是，例如有些是比较没有一些，就有些例如有些议会制的设计，类似有些设计是类似这样子，但是他扮演比较多自治者的角色。而我们现在的这个原民会就卡在上不上下不下，部落对他有期待，然后呢，但是他又富有帮这个国家管理大家的责任，分配资源的责任，这个看起来它就会变成是部落，然后它可能又没有办法回应部落的期待，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它想要回应部落的期待，就这些就主委副主委这些人，每个人都想要回应部落的期待，可是在这个体制之下就没有办法回应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把它卡在中间，而这边的多方的问题，然后对行政院来讲最好的问题就是只要看到原住民有三个字，反正丢给原民会，结果原民会收到的时候，我从一个地方，这主管机关不是我，就是只是因为他涉及的里面有部分事务可能是原民会的事务，然后呢有原民的事情要去协调，然后呢很多主管机关最讨厌的事情，那就丢给原民会，好像这是你们家的自己的事情。实际上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好的部分呐、啊，因为既然这个是一个族群议题，他可能就不是在一个机关里面有管辖这件事情。那但是呢，因为其他机关基本上来讲，它根本不具集体权概念。我们刚刚讲的集体权这件事情，其实是在我们现在的法律体系当中，其实是不具有的。是后来应该讲，它是一个二战之后才慢慢形塑的一个制度。那我们原来所学习的这套法律概念里面，其实本来是没有把它放进去的，因为我们本来在学欧美，他们没有。欧洲德国人不用面对原住民的问题，他们有没有族群问题？欧洲有族群问题，有不，他们一样，因为但是他们要面对的不是我们的脉络是不一样的，好、哦，不是说他难就比较好去，但是他们的脉络因为跟我们脉络有点不太一样，所以说就变成我们在接枝移植的时候，他们的经验，不管德国人经验，不管英国人经验，拿来跟我们就我们很难去学习一样的道理，那我们就有我们自己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存在。那我们现在的諮商同意的办法，我也觉得它就是卡在一个上不上下不下的状况，这个其实一个不好的、啊、就是为什么卡在上不上下不下的。刚刚如果我们看刚刚看新闻律师的简报、哦、就可以看到我们諮商同意办法当中的诸多问题存在，包含它的决策机制，谁可以决定这件事情，谁可以决定这件事情，部落成员何所指，每个，然后呢这个决策机制，这个加户制的投票决策机制，以及可以委托人家来投票这件事情，
以及他在何时要召开，不能召开的时候怎么状况，而这个职场同意，我认为他就选择了一个比较不好的路径。为什么？如果他不是才，因为就这样讲，如果我要真的民主制度，我最好最省力的办法就是要不然部落每个人都18岁以上，以前20岁以上，以后变18岁的时候变成大家通通都来投票算人头的。但是我采取了一个以户为计算的基础，到底这个是什么？然后呢，投票还有一个委托投票，就变成是这套制度会夹在一个上跟下不下的一个部分，让原民会其实自己也很难去辩护这套机制。就是这套机制，要么我就跟你讲说啊，我们投票就是这样子，这个是很干脆的，就是中华民国每一个人投票都是这样子，所以呢这套机制投票都这样子，那就干脆一点就会这样子。那但是呢，是因为选择这样制度而言，就会面对这样的尴尬。那我觉得我一直就觉得说，资商同意其实应该可以改。为什么可以改？因为每个部落当中的决策机制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原民会其实在我们不用讲什么观念问题，你可以在这些决策机制下面画一个大的框架，认为你应该要认为的底线是什么。也就是说，我原民会当中而言，我现在作为一个行政机关，我认为在做这件事情当中而言，我觉得至少我有什么东西我一定要填进去，要放进去的这件事情我可能坚持，其他的部分我可能做一些比较开放式的态度当中，也就是让这个諮商同意呢至少是有一定的 range 当中而言，让各部落当中的选，例如谁可以投票这件事情，也许我不在乎，但是我可能在乎的是大家要来投票，但是你要谁来决定这件事情，我如果他坚持投票制，我对我不坚持的是谁可以来这个部落成员认定这个部分成员，这要就要看说这个机关到底在管理的时候，他认为他想法的重点是在哪里。啊，我觉得我们目前这一次在諮商同意，他就面对一件事情是，他就卡在中间上不上下不下，他变成没有办法尊重，没有办法尊重各部落的原来的决策机制，反而弄乱了大家的决定点。我们看卡达蒂布就是一个，如果很多部落当中人他已经有这个长老制类似或是类似的这个制度的时候，或者是家里面有一个类似这样的决策机制的时候，突然叫各户投票的时候，而且各户投票又不是中华民国传统以来投票制度的时候，就把它弄乱了，说那你请问你这为什么不选 A 也不选 B， 选择了一个 C， 然后选择了 C 的理由你却拿不出来，这就会变成是一个卡在中间上不上下不下的问题。我认为在处理原住民问题上面来讲的时候，会确实会跟这个国家法律发生冲突，也不是只有这个冲突。例如大家可能会提到的，就是有些部落的继承制度的问题。我向来觉得是这个问题是在现在一定是会受到挑战，但是不是国家帮你挑战，是部落的人他就会要去提出来去挑战这件事情，因为不需要政府跟你讲说你这个部分违法，已经部落可能已经会有你的子女已经有可能会出来主张说，为什么民法规定我可以分，你为什么不分给我的这个问题，那个是这个问题就要变成是长久发展历史当中而言，必须要自我去讨论的去变化的。我觉得如果我们承认这个机制而言，承认原住民多元文化这个制度呢，在我们宪法征修条文之下，我们确定它有宪法地位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拿出来这个地位来看。而这个地位来看的时候，这样的会跟我们法律制度当中的人去做调和的时候，就可以解释说，其实国家是没有办法自居然的跟你讲你一定要改，但是国家跟你讲这个部分其实与现存的法律关系其实是不合的，而现存的法律规定为什么要这样的调整，是因为我们要呼应世界当中的普世的人权的要求，也就是我法律这样定是符合我现在的国际法的要求，符合现存的人权的条约要求，你现在反而你这个做法可能会留存在18、19世纪，但是你这件事情你必须要去讨论，而不是我帮你讨论，但是你可能可以在这个习惯的环境之下如何去演变到说进展到跟这个世界的潮流可能是一样的。我觉得用强硬式的去帮人家更改啊，就会面对的是抗争跟抗拒，但是你要让那个文化当中诶慢慢自己去讨论，慢慢让他去位移，让他去处理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已经会到台面上来，你不用帮他拿，他就已经到台面上来。
宪判之第四号当然就面对很多问题，因为我觉得很多大家其实就一般民众来看，非具有这个跟这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来看，都会觉得说你们在争夺的就是利益的问题。但是其实宪判之第四号当中，他比较聪明的是，他其实把他优惠差别待遇跟他身份当中而言，基本上他其实提醒说，这个其实是可以去切开的。其实我也跟袁明辉讲过说，其实我们各种不同的差别待遇的时候，应该到了要必须要去整理的时候，也就是说谁需要去扶持这件事情，这需要去讨论整理的。而可能很多民众可能都不知道说，我们现存的很多制度当中，例如大家会一直会讲的原住民加分制度当中而言，其实像原住民加分制度，如果在推荐政策当中而言，其实是大家其实目前的制度是自己竞争啊，也就是我们是额外加名额的时候，其实跟一般非具有身份的同学基本上不在同一个竞争面上面，我变成是自己竞争自己。同样是原住民身份的同学自己竞争自己，就会发生了一件事情，有资源跟没有资源的差距，住在台北跟住在屏东的差距，都会原住民跟部落原住民的差距，这样的差距当然会存在。那你的扶持措施到底要怎么扶持？当然部落在台东跟在台北有不一样的资源，不是说在住在台北人的错了，因为都会的原住民有都会要面对的问题存在，大家没有办法学好母语的存在的问题，就是母语老师的断层的问题，然后文化当中的断层的问题，国家要怎么在处理这些移居到台北桃园的这些部落族人当中人，去协助他们去把那个流失的文化当中人去找回来。我觉得在这里要采取的辅助措施，跟你放在台东跟你放在花莲是不一样的，而不是同一套的东西大家拿去。那我跟你讲，拿去的时候的结果就是，就行政机关办事的时候，他当然会觉得说希望打击面扩广，那我拿出来才可以跟人家讲说我就有一次服务到这么多人，才可以跟人家讲说我预算投下去是有交代的。那都会原住民会也有一个抗议的部分，就是在于说因为他们很散嘛，不好找嘛，对啊，很散不好找之下，常常政策就会觉得很难丢进去，因为光是找到这些你要服务的人口当中也就是一个大问题。我觉得从宪判制第四号当中也反而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优惠差别待遇拿出来，是说到底谁需要，而真正的找到需要的人当中而言去扶持他们，让他达到的是，其实我都不想要，因为它是一个平等待遇措施啊，如何达到说我们具有相同的资源当中，在那个你所希望大家的起跑线上是平等，而不是说已经有人起跑线已经比你更高了，然后你还帮他加一个更高的，但是永远达不到起跑线的人，你还是把他放任他永远达不到起跑线，这样的话不是这个措施当中而言真正的要求的所在。但是我觉得啊，宪判之第四号啊，倒是有一个开启一个空间感，就是因为呢，他对于原住民身份认定这件事情，其实做了旁论当中而言，就是说对于这个部分呢，可能要尊重各原住民族的自主决定。我觉得这个当然跟他的主文本身而言，其实是一定有落差，因为主文是在处理第四条当中的这个汉复原的问题的存在，但是他其实在这个旁论当中也提到说，有关所具有的认同表征要尊重各原住民族的自觉决定。我那时候一看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问题，这个是指原住民族的各民族的自觉决定，还是各部落的自觉决定？是要由族群阿美族自己去决定，亦或是单一的哦，晋普部落什么什么，他们有自己决定哦，我们这部落成员要怎么决定？这个我其实我在设想的时候，有在想一件事情，是大法官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还是大法官只做到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大法官是没有意要抑制部落，是因为也没有这个，因为就这个行文脉络来讲，其实是宪判制是第四号是没有提到地部落这件事情，他是提到的就是整个族群大家身份的问题。但是我从这样来讲是，如果他是有意识到的话，我就觉得在这边是一个可能开口的空间，就是在于说我们部落成员当中而言，也是要同样一件事情，就是需要处理那个认同表征的问题。而这个认同表征可能不一定是我们传统以来所强调的一个血缘认同的问题，而可能是参与度或者是其他的要求的问题。
当然，这如果一旦你有非血缘年代规定的时候，或者其他更严格的要求，我可能不止。我们常常举例，我记得有一份修订的提到，就是说，如果你严格要求，可能这样发生的诉讼会很多。我可能不只要血缘，还要参与，就是参与部落活动，然后呢，祭典要参与，什么活动要参与，那可能会。会那个人数可能会减少很多，这个是，但是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部落在处理这些问题上面的人，他也会有一个后坐力啊，就是后坐力就是，如果我要把这个人的决定到底放在什么样的关口，我觉得老实讲，我觉得现在目前卡迪布的这个章程的规定其实是一个很中性，很还是蛮适合的规定，就是阶级的血缘跟参与的问题。也就是一方面处理原来住在这里的血的问题，一方面处理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参与活动的问题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一直的一说的、啊，就是说利用这样的制度当中，也就不过我后来看一下那个章程上面有写一点点错误，像写错了，那个认同那个是。那个卡达迪布部落成员办法，应该是我看应该是。抱歉，我要拿一下我自己刚。就是第三条第一项符合下列标准之一嘛？啊，第二项是任何一方为部落之一嘛？第三项写成是前项两款的、啊，应该不是前项第二款，是第一项第二款、啊。我只要讲这个，可能在写的时候写成前项是第一项第二款的、啊，不是前项的话就变第二项了，对啊，是第一项第二款当中，也就是不是属于第一项第一款的传统部落族群成员，而是由部落领袖由拉汉当中来共同认定的成员当中，我们认定的标准是如何？那的标准就会走到第三项当中，也就是依照第三项当中而言的生项事由，就是例如非原部落成员，但是你跟部落成员结婚，从别的地方来这边结婚之后，然后呢又住在部落里面，而且你投入了部落的生活，投入了部落的事务这件事情，或者是你也不是有结婚，但是你就是移居来这边，然后呢也参与了部落的组织经营，然后参与了部落的事务这件事情。这三款的部分，也就是不单纯的以第一款就是部落家族成员当中的人作为认定的一个标准了，就是兼及了这两件事情。因为我常常会觉得说，我们现在的部落，如果我们的这个諮商同意的办法当中，他的部落当中而言的成员限定过于长，有些部落确实可能对于血缘制度要求是比较严格的，那有些可能对于地域认同要求，为什么住在这里，在这里工作这么多年的人不能参与部落的事务，不能参与部落重大事务的决定。我以前都会举的例子是，我们都知道很多族人都有信仰，很多牧师神父都在这个教堂服务二三十年，然后突然依照这个办法，他不是部落成员，结果他在部落服务比这里住的人还久，然后呢依照这个办法在感情上他就被排除掉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就这个是一个办法上面一个大的问题存在。那我觉得现在，当然，因为我们的成员办法当中，确实就会冲击到諮商同意办法的规定啊。那大家也知道，这个依照諮商同意办法当中规定啊，如果我们的部落章程的规定啊，部落的决议啊，违反法令的规定是无效。确实是这样的规定，这个法条当中确实是这样写。但是第一个要问的是，无效谁来认定？这个决定是决定什么无效啊？就是我们是决定人家决定身份无效，就是说你还是决定说决定什么事情无效？我们要问的是部落章程，我们依照这章程当中，会不会是諮商同意？如果我们决定，那这个无效要怎么认定？谁来认定？最终恐怕变成是。诉讼的问题，因为你会主张它有效、啊，对啊，然后最后可能会到诉讼问题。但是如果到诉讼的话，就会有开启一个空间，就是如何去诠释所谓违反法令这件事情。也就是说，违反法令这件事情，就是更有理由的是直接把一个諮商同意办法直接推往宪法诉讼的那条路当中的人去挑战它。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规范的可能跟諮商同意办法不一样？因为我们直接通缉到的就是，因为我们在现在的成人认定办法当中而言，因为就直接写了说这个諮商同意办法当中第几条第几条其实不准不那个不适用嘛，啊，因为我们就是跟他不一样啊，就是跟他不一样。那跟他不一样呢，到了法院之后，其实跟他不一样不代表你不对啊，跟他不一样只是规定不一样而已啊。跟他不一样是不是必然违反他？其实是可以在法律解释上面来讲，要去问的是諮商同意办法这几条的效力以及諮商同意办法有没有解释的空间。这个是一个，第二个是不一样的部分呢，我们是不是说有可能就直接去侵害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諮商同意办法的规定基本上不符合宪法的要求以及不符合公约上的要求，也就是直接去冲击的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方法，就是当原民会没有办法或不自己没有办法去认定这个问题的时候，帮他把他拿到宪法法庭，帮他拿到宪法法庭当中直接去挑战他。原民会不会自己拿去宪法，因为原那就 pending 在这边，那不如就直接帮他提上时程，这也是一个，这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帮他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当然，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当然是，但这个部分也部分就是说，我们其实原基法还规定了部落公法人的规定啊，但是我们现在目前没有一个部落被认定为公法人这件事情。有时候我常会觉得那个部落公法人其实多些，我因为我常会，我其实不太喜欢自治这个词，我都会问的是你可以决定什么事情，就是不要讲什么字啦，你要问的是我要让部落决定什么事情是最实在。就像爸妈说你长大了你可以自己决定事情，结果呢出门都要爸妈同意，请问你自治吗？不自治。就是第二个是要有一个自治的空间，不管他是公法人、司法人，或者是我们要让部落决定事情是决定什么事情，这个空间如果存在，你就有自治，不管他叫公还是叫司，都会有这个自治空间存在。但是我们就这样的话，基本上来讲，諮商同意恐怕要给他的一个范围可能就要变大，而让他的部分其实是被讲清楚，是说我有存在，不然的话，你如果是强迫大家要走这个制度的话，那就不是自治了。所以我不需要去提自治，而是说这个是一个必然要我去接受的空间。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太强调，为什么让机关都觉得说一定要通过？其实这整个諮商同意应该强调的是先諮商的部分，也就是至少那个同意应该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同意，就是如何让原住民族各部落当中的人在开发行为当中，其实不开发也要补偿啊，因为二十一条其实也够。我那时候在卡，如果说其实如果这个不开发，其实照理来讲，政府也有补偿的规定。如果依照相关规定或者土地计划被要划成保育区的话，其实就不能开发。那不能开发，其实照理来讲，其实也是一个要去补偿的要求。那当然不能开发，有另外环保是有，现在这个是可以确定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处理这件事情当中而言，我觉得諮商这件事情，就行政机关而言，如何进到諮商这件事情，行政机关应该要去学习。或者是先要让这些公司也要去学习，是大家在乎的是如何去参与、共同参与这件事情的开发，而不是说最后丢给我，就是最后丢给我我同意跟不同意的结果。而我觉得台东的这个个案就会变成是，为什么它会让族群分裂，为什么会让部落分裂，一个主因就是因为它没有前面让它有共同参与的机会，最后只是让大家丢到后来就是你要来决定可不可以。但是对机关来讲，我觉得让机关或是来讲最好处理的方式就是我直接把计划决定，然后找公司，这个公司你想办法去游说大家。那我觉得公司去游说大家，我当我去做游说措施的时候，我们听到的例如我为了要去说服你，我采取的游说措施可能从不接受的人听起来都是一种贿赂，但是他可能采取了游说措施，他也觉得很正常。尤其如果这外商，他可能就做出来，就是我就是跟你说明这些事情，如带你去其他厂子去看，说真的不会有什么问题，或是你们得到的利益是什么。然后呢，你可能会被大家传言说就是被带出去玩。但是我完全会觉得这个行为从游说上面来讲，不应该，他应该要做给大家看嘛，不然我怎么知道到底有了这个厂子之后？会不会对我们生活有影响？那我就带你去看有没有影响。这个是一个，但是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因为我们少了前程序之后，
后面的程序就会传言更多。这个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实务上处理上面来讲，其实原民会应该要去思考说，为什么很多案子都没有办法顺利的成案的结局，大概就是这样子。好，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先把它断在这边，谢谢大家。谢谢胡老师，从非常多面向来谈这个。那其中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胡老师觉得这个智商同意办法是可以修改了，特别是在大法官这个宪判制第四号开启了一个原住民自治，单纯从身份认定的这个角度来看，就开启了这个部分。那开启了这个部分之后，目前其实很多既有的规章可能就卡卡的，比如说既有的这智商同意办法对原住民投票身份认定可能都跟这个部落的认知比较不一样。那现在卡拉迪布，对，决策机制的问题，身份的问题，就是可以在这个部分马上就先去处理的。也许我们可能在部落身份当中，也让部落可以决定空间很大。但是原民会可能会觉得说，我决策机制还是这样子，但是我至少决策的人是不一样。应该就是，有这个可能性啊。刚刚汪老师也有提到，就是说先画出一个部落的蓝图、文化的这样一个蓝图，然后才制定比较刚硬的法律嘛，哦，那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我们从大法官这个解释、这个判决、宪法的这个判决，可以让我们原住民自治有一个空间。那卡拉迪布制定的这个部落章程的确有那个刚才几个老师提到，就是说比如说可能跟目前说，哎，你抵触上位法阶可能会无效，所以那个部分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各级机关甚至法院行政机关可能都要好好的再重新思考，到底要怎么样重新定位。比如说卡拉迪布他在他的部落章程里面排除了一些现行法令的适用，这个部分到底要怎么看待？我觉得将来可能还是要坚持，就是说应该要从原住民自治的这个精神来着手，不然的话可能会卡住了。我想这个场次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到这边，然后我们是不是休息五分钟，然后还有一个总合座谈。好，谢谢。因为是我们场次只到5点，所以我们等一下提早好不好？4:40总合座谈是不是？好好好。开始进行最后的总合座谈啊，那可能第二场次其实还是有一些提问还没有进行，所以我们把第二场次的提问跟总合座谈就结合在一起。那不晓得现场有没有问题，
或者是线上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好像有收集到两个问题，有线上的问题是不是？第一个是中华民国或原住民啊，或原住民族委员会是否没有将原住民族自治列为方向，从没有想赋权给原住民族，只能部落自己去实践。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自治是否只能发生在有能力由下而上的少数部落，像卡达底部，那其他部落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达成自治？那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请三位语坛是哪一位要先？汪老师先，谢谢。针对第一个问题，它都有，我们原住民基本法或者是说实质的这个执政的这个团队哈，他们一定都会在，应该是在讲二十一世纪以后了，二十一世纪以前这个几乎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是把列为这个政策的方向哈。那原基法其实他也有提到，就是说只是说他原住民自治的细节要另定，另有法律来定定了哈。那到现在我们他们说那个自治法已经说五进五出哈，还是那个土海法，就是反正立法院进进出出，就是没有的。国民党也不敢再反对自治，那民进党提议也不是很顺利，反正就是到现在悬在那里哈。所以不管是政策的这个目标都有列，然后呢，这个就是法令是有规定，政策的目标也有列，可是呢，就是没有实践。那真正没有实践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我个人的，我们想要把自治法律化啊，就是说调入到这个有一点就是法律的条文的规定之下的一个自治，已经到最后就是自治，我要遵守，我要依某一个规定、某一个法律来去自治，这已经严重违反了自治的第一个原则。因为自治是不是这样子？我要照什么来？一切都，而且这个法律的想象是一个法律规定十六个族群，那这个每一个族他都应该有一个自治权，可是我们的法律的想象都只有一个，定义一尊，哈。当然这个中间也有一些变化，从一百多条的法律到有一个是原则性的法律，就是说它定一个原则，然后呢各族要去推，但是也一样也没有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有实质的进展。但是我觉得真正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只期待国家给我们一个啊各方面的一个权利的规定啊，却没有对自己有所期待，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就间接回应到这个第二条，就卡拉蒂布是因为本身有很强的自主性。我要讲今天是没有成，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太在意，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太有强的一个自治的自主性，所以呢啊这个就会不太 care 这些自治到底他们有没有通过。那卡拉蒂布啊这个部落，只是他部落他不是一个民族，所以呢部落或许会刺激到这个整个这个卑南族这样的一个自主性。那所以呢过去以来我们看到有发展出这个联合民族议会那如果再对照隔壁的部落叫做卢凯族，可能也相对来讲它不是在某一个雾台部落啊，或者是什么神山部落啊，什么他讲的都是卢凯的部落。所以呢他们在之前呢就宣称卢凯族的传统领域，然后呢最近又宣称说我要做自主的这个自治的示范的族群，所以他是站在一个比较民主的规定，所以看起来他们是展现比较强烈。那如果你没有展现这么强烈的话，你不可能会去自治的，你就是等着国家的规定，然后也不是希望说要自治，就是等着国家给你什么样的一个福利，什么样的一个资源。那也许我们这样讲，可能我们中华民国资源给了太多了，所以我们已经习惯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就不用自治，反正我也可以选立委，我可以选什么。如果你在国家体制内谈自治，这些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而是说
你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虽然有资源，可是我们却是被殖民同化的这样的一个处境。你也往体制内，这个情况越严重。你也许现在生活状况很好，但是呢，实质上你已经完全除了身份，其他的文化内涵几乎都已经快没了。好，如果你满足这样的话，那你不可能成智。如果你认知到这样的一个危机，已经是文化灭绝的状况，你才有可能会去自治自主，那就会团结，不止部落，就会到民主。可是我看到呢，就是说我们大家好像一直在期待中华民国政府为这些事情做什么，或者比较少期待自己的一个在认知，在这个自觉上的一个然后进而集齐一个自主的一个行动在我举一个另外一个部落达那伊古，它当然也是体制内，可是呢，它建立一个达那伊古就经济的一个可以说相当自主，是完全自己在去推动，它不管什么水利法、自来水法，它也不管增温水库，他也不管什么税收是这个东西，完全就直接来去强力的这个发展，然后他就有很在至少在经济上是成功的。后来司马库斯也效法这样子，完全就是自主的。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部落自主是比较成功。那至于卡拉蒂布，你说他维持他的那个抗争的力量，这一点是我是非常肯定的。但是呢，就是说怎么样跟旁邻的同一族的部落、同族群的不同的部落，然后形成一个更大的力量来集结，这有可能才有可能这个就是说累积成一个民主的自治力量。对不起我时间这个很就是说你只有这样子才有可能真的壮大自治自主的力量而不是说到最后这个部落很厉害了，然后最后他又排除了旁邻的部落，或者是就变成各自为政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这是就我旁边的人来看都是不乐见的。好，谢谢。我这边也分享一下，就是说，就刚刚在讨论到自治，我觉得它其实有个前提啦，就是我觉得有一个更重要的概念就是自觉啦，就是自觉，就是。尤其是在今天在我们这个族群的未来是什么，那个自觉的那个概念到底是什么那我这边先补充另外一个，就是再回到今天上面，就是今天有提问的有关这个是否没有列为这个，确实如果就我们的这个整个行政一体的角度来看，这本来就是过去就是三地行政嘛那到现在我觉得刚刚胡老师讲得很好，就是说我们似乎把原民会看得太重要了，就是说这个行政机关我们好像期待他可以帮我们做什么，可是就是那个帮我们做什么，就是一直期待从我们讲说从整个从运动路线来看，从99年之后这个新伙伴关系签署之后，再加上原民会成立到原住民族基本法，到后来两公约，其实我们都好像族人这边一直在期待说这个行政能够哪一天这个幡然悔悟或者是说哪一天突然觉醒了，那可是这种期待我觉得倒不如像卡达迪布今天的这个遇到的状况，你不行那就按照我的规定你不行就按照我的规定。我这边其实会想到那个我们的那个阿给乌伊德，对，就是你要来到就是我们州族的一个我们讲说非常具有这个主体意识的老人家，他就是他那时候被在这边好像有他的照片，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被提报那个流氓然后就关在绿岛，然后后来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涉及到叛乱案，他为什么会被提到流氓，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会有汉人就是进到山区然后他会去你来干他我的土地你不遵守我的规则我就把你家给烧了，类似这一种然后或许现在有些人就说你占山为王那另外一个占山为王就是那个汪传发头目也是已经过世的，我们州主的就是那个风靡事件的那个时候就也是一样，你赶到我的这个 HOOPA 就是我的猎场里面然后我要维持我猎场的完整，我必须要去做这些事情，那可是就变成说
当有人这样做的时候，那我们的族群到底能不能看见他们所看见的那些东西？我觉得有，就或许是像刚刚汪老师讲的，或许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去等待，哦，不管是我们现在就在讲运动路线的部分，我们期待说，哎，要有自治啊，哦，要自觉啊，哦，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原毒的哈，哦，或者是要维持现状的，不管是哪一种路线。都好像去忽略掉说那群集体的那群人到底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哦，那所以说今天卡达迪布踩出了这一步，我觉得他是真的可以去试看看。那现在就其实有一个相类比的，就是说那个就是回到呼应第二题的，就是说我们目前在山上有在推动一个叫做狩猎自主管理的一个，就是有点类似说自然资源的这个自主管理的这个计划或者是这个行动。那他就是把林务局就是有点类似让权哈，有关这个不管是森林资源的还是说这个狩猎的这件事情，回到族群的自我管理，哦，那就是去承认说，哎，我可能对于这个行政失灵哈。那虽然说这个目前在实施起来有一些磕磕绊绊的，然后有一些可能是，哦，要呼应当代法律政策。或者是整个社会大众对于原住民族的期待跟想象，那所以会有一些调整，像说猎人证啊，对，像是这些，这个我觉得那个是后话了。可是就有人说，总比我们去等待说，哎，这个政府什么时候要给我们？就像上面这边提的，要付钱给我们。我觉得这种期待其实没有那个，我觉得那个期待可能性可能会稍微低一点点，就像刚。我还是要呼应一下胡老师讲的哦，就是这个机关它本来就在做三地行政了哈，现在好一点叫做原住民族行政哈，它还有这个考科嘛，对，原住民族行政，可是它就不叫原住民族自治嘛，所以就变成说，在这种观念下面，我其实比较呼吁的是说，从这可能就第二题，从下而上的回到族群本身的哈，回到部落，哦，部落主义的族群主义的这种方式。才有真正可能去走到下一步。那至于说那个，我们讲说，如果说我的规定跟你的规定不合，就是我的规定跟国家的这个法政策的这一套东西不合的话，怎么办？哦，我觉得就听我们的，啊，就是说，这我本来就是按照这个，不管是两公约哦，联合国的这个，甚至是宪法政修条文，哦，都其实都有一些基础。那只是说我们之间的那个横平到底该怎么走，哦，而不是说我就是听命于。哦，这个规则是怎么定？因为就我所其实不是就我所知，其实一开始部落会议实施要点，在这部办法还没出来之前，本来依照原民会那时候比较有志之士的人的想法是说，我知道可能部落不太会开会了哈，因为毕竟被我们讲说被架空了这么久，我们讲三地行政这么久的状况下面，哦，可能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过去我们那种。那种那叫什么中央的开会标准的方式哈，那或许部落不太会开会，那可是如果你们有自己的方法，你们应该按照你们自己的方法。我记得我知道说一开始的设计初衷是这个样子，可是后来反而是这一套制度去凌驾了原本就有就自主意识的这种族群，反而针对公共意识这件事情都大家都比较不敢太讲话，然后我们要去一直不断去设计一套。符合当代法秩序的这一种制度出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辛苦了。那不过就是说，既然说今天卡达迪布走出来了，那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我真的觉得呼吁就是，我们都可以来试看看，来去走出我们自己的那条路。这个，我其实呼应两位的话啦，基本上来讲哦，自治原则上呢来讲，一定是由下而上的啊，不然的话上面下来就不叫自治了。自我给你自我决定的空间，但是呢，其实自治也不是放任你啊，就自己决定这件事情。国家也要扶持啊，但是扶持不是豢养。我必须要说啊，我们汪老师也提到，就是其实我们很多以前的政策真的是一个豢养的政策，就如这个其实是说，但是不就如同现在升学加分是要足以认证，其实我也可以这样。你都如果不愿意帮忙文化传承，连族语都不学的话，我国家干嘛要让你这个要协助你升学这件事情？也就是，其实你在这边其实应该是这个扶持措施是两者的当中，你同时接受扶持，同时也是要负担
这个自治的，也要负担你作为这个族群当中要负责传承的这样的义务的存在。不然我这样这个措施同时下去才是有用，不然就真的是豢养的这种制度。所以那当然就是目前600个部落每个部落状况差距非常大，那很多人确实也都是不参与这个事务。所以重点也是在说，国家也应该要是说，原住民来说要怎么鼓励提倡大家对部落的事务其实是重视的。啊，但是说实在的，你如果不让部落决定事情的话，那谁要重视部落的事务？这也是一个部落什么事情都不能决定，那你说实在的，我就没有什么部落事务好重视了。你还是如果国家只打算说你们祭典的时候大家来表演一下祭典，说真的，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方向。这个不是自治啊，对。现场没有问题，现场没有问题，那线上还有问题吗？那要不要三位都最后再讲一分钟？啊？还是就到这边为止？啊？还有要补充吗？我觉得我们很快就掉入到这个，就是说又谈自治，那个自治应该就是非常自由 freedom， 就是一个民主的自由，而不是一直被统治样。然后我们没有去从这个人来去谈自治，一下子掉到那个很多的法令的规定，当然这是一个现状了哈。刚刚我很同意刚才胡老师所讲的，其实那个部落他有自己，或者是民主它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决策的机制，比如说我们州主的，我们要决定什么时候要举行收获祭，什么时候举行 Masri， 在什么时候，它不是这个乡公所或者谁来规定你啊，没有，它就是有一个决策机制，它也不是部落会议，它也不是什么发展协会，它也不是村民大会，它就是有一个各氏族长老的一个决策机制。这个机制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如胡教授所讲的，我们就承认他有这样的一个机制。你承认就不要一直规定，我们还规定到部落是什么，什么叫做部落。结果他们也有机制，他可能超越单，他可能是单一部落，也可能好几个部落群一起决策某一件事情了。那我们就是要给承认他有这样的一个机制，而不是另外规定一个跟他传统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就是认定你，哎，你这样做不对，你这样长有效，那个样才有那个无效的。啊，我觉得这个哈，就是我讲的法律是很好，可是我们完全掉入到现代国家法律的一个那个怎么样？这个被捆绑了，这线好多好多线，然后呢，然后你就完全没法，就没有自主了，你没有自主就不能自治了。有没有要补充？不然我就感谢那个今天的主办单位好不好？就是环境权保障基金会，还有原策会，以及另外一个是哪一个？卡达迪布部落，那代表已经先离席了吗？哦，还在，洪文还在。那洪文要讲一句话吗？最后一分钟。老师，我最后再补充一下哈，我们嘎达迪布部落其实没有你们想的这么复杂，我们就是我的传统领域，我要自己决定，这样而已。好，没有，我们没有这么多法律的尝试，那么多的束缚，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传统规范，我的传统领域由我自己决定。以上。谢谢谢谢，那我们今天的座谈会就到这边为止，谢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刚好我单跟那个。
全会丢一些，董事长。